部研判为一部自用翼影车行驶于南向车道时，因轮胎脱落飞跃至对向车道，砸中一部自用小货车，车上共有驾驶及乘客两名，经救护车抵达现场，判断乘客已明显无生命迹象，驾驶送往一大医院，双方肇事者驾驶酒测值均为零，后续交由刑事组接续侦办。